戴牙套。来，开始。开始。好，慢慢往前。好，你讲话一下，你感觉有进步吗？有比较下去。有比较轻松吗？比刚才还再下去。哎呦，不会感觉说拉到的感觉不会吗？哈。不会。跟你以前没有戴过牙套的感觉有不一样吗？以前你在做这样的动作，跟昨天开始有戴牙套，跟刚才戴牙套再来做，或者是戴着牙套做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身体比较好拉吗？昨天是拿掉牙套的时候有感觉，就是更软一点。感觉有差到20%吗？昨天是蛮痛，拿掉之后就是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痛的感觉。跟以前比起来比较不会痛。